喂，嗨，大家好，好，欢迎来到铁花村。有第一次来铁花村的朋友们吗？嗨，好开心哦！你们从哪里来？台中。有，你们从哪里来？香港。香港哎，呜。还有呢？有在更离谱的，有在更远的吗？好，好，非常喜欢那个暑假的唱作俱佳，因为在户外，然后会可以看到很多来铁花村的朋友们这样。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，我叫喇袜。对，我不是台东人，我是来自新竹县的朋友。有新竹的吗？嗨，大家可以聊聊。没有，就是看到那个碰到熟悉的故乡的朋友这样。好，那今天呢，这个节目是唱作俱佳。唱作俱佳是我们每个礼拜三的一个固定的节目。那它其实是一个自由舞台，就是自由报名的方式。所以在刚刚大家走进来的那个前面有个黑板，所以就是目前已经都填完了，所以今天会有六组，会有六组人马。那其实今天报名的是谁，可能有些是有来过唱作俱佳的，那有些可能是第一次报名这个舞台的。总之反正今天就是一个充满许多惊奇的一个节目，因为我可能跟你们一样，也是第一次听他们在这个舞台上唱歌。那讲一下今天就是演唱者需要注意的一些小事情，那就是我们就是每个人唱三首歌，那吉他的部分呢就是要自备。那我们这里有提供就是麦克风，然后非洲鼓 ，keyboard。就这样 ，OK 吗 ？OK 吗？好，那其实，在八月这个期间呢，是铁花，焚风音乐季。那其实焚风，有人吹过焚风吗？其实我来形容一下好了，焚风的感觉呢，就很像那个在烤炉里面，那个真的是热到一个无法。其实非常的热，如果说你是不是台东人，可是你刚好吹到焚风的话呢，你可以回去跟你的朋友炫耀说我吹过焚风，因为我觉得是很特别的一个风。那其实我们焚风乐团焚风音乐季呢，其实邀请了很多的知名的歌手，像是上礼拜曾经来的徐锦淳。那这礼拜呢，即将要来到铁花村的是黄大炜。那如果有还有留在台东的话，都可以来听他演唱。那下礼拜呢，是唱那个鲁冰花的曾淑琴。好，那24号呢，也就是下礼拜天，是焚风乐团的决赛。那这次报名的入围的队伍都非常的强，那我们会到那个人行徒步区那边，就是在外面就是热气球的这个地方，欢迎各位朋友可以一起来参与，一起帮他们加油。好，那其实今天主持人呢也有带来几首歌做一个开场。那第一首歌呢是一个叫做徐佳莹的歌《出口》。好，谢谢。期待，回答
最有力量的你给的信吧。哦哦哦哦，嘿耶，就算不知道出口是什么模样，我会继续的前往，挣脱了捆绑，就在你心头的天光。哦哦，嘿耶，就算不知道失败会是怎样的重量，这小小的舞台有我大大的梦想，还有你陪伴的目光，让我不迷失方向，为你而闪烁的模样。选了一个难度比较高的，所以那个真的很佩服很会自弹自唱的人。好，那其实唱作俱佳也是我们每个礼拜第一个就是非正式的表演，所以不要太紧张。虽然我流汗是因为这个灯很热，就不要太紧张。好了，要跟待会要上台的朋友们说，别紧张，就当作自己家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院子，然后你是这个家里的主人，那你现在在唱歌的地方呢，就是你家客厅，客厅非常大，今天有很多朋友聚集在这边，听你的个人演唱会。第二首歌我要带来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，它是来自那个许敬德的一首歌，他是 MI 的创始人之一，那其他卢凯族他就写给那个泰鲁格族的一首歌，那歌词其实非常的简单，就是在思念一个人，然后也是用非常直接了当的歌词来叙述。好啊，好，有人说他要帮我打鼓，反正就是一个很思念的一首歌。好，那我就要邀请我今天的鼓手，他也是铁花的少女之一，很像少女哦。好，预备开始，来个塞一碗。
着无限的惆怅，上帝的心却越来越深刻，亲爱的你，我真的真的好想你。其实呢，啊，好，就是我们像这种报名的舞台啊，除了唱作俱佳之外呢，还有一个叫做蟑螂。什么是蟑螂呢？就是樟树林下的走廊，就简称蟑螂。那其实这是我们每个礼拜二到礼拜四的活动，那只有在暑假。所以呢，如果想要有这种舞台的朋友的话呢，可以到我们的粉丝专业报名，粉丝专业，对。那另外一种是比较属于舞台，就是乐团的部分的话呢，就是礼拜五到礼拜六也是只有暑假有，叫做小乐台，粉风小乐台，所以也是可以到我们的粉丝专业好难哦，粉丝专业去报名。好，可以吼，反正暑假就是让就是回娘家的，就是你知道，就是出外打拼或者是读书的朋友，暑假可以回来唱歌。还有你是来台东旅行的，都可以到铁花村表演，因为铁花村在暑假有非常多的机会可以拥有这个舞台，对不对？好。好，最后一首。最后一首呢，也是你知道暑假嘛，加上吹吹这个凉风啊，就要有听比较舒服的感觉。那这首歌是来自台东人，他的姐姐，我不知道，同一个部落的佳佳的一首歌。你们先抬头看一下有没有星星。很多哦，所以我们一起来数星星，星星数不清，谢谢。是否还
谢谢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紧接着要欢迎今天报名的朋友们。